配着飞客这边雷兹直接拿掉了中路的外塔，中路外塔陷落的情况下面会把匿名飞行的距离限制得很窄哦，就等于是胖想要来飞的话，就会有很多的被挤压。来看这一波，哇，飞客刷了两波的控制，单杀掉了胖，哇，这边鬼不开了。